5月25日，甘南州旅游客源地市场精准宣传推介活动在上海举行。推介会上，上海市旅游局旅行社协会秘书长许婷致辞，上海锦江旅游集团国内部总经理沈卓、同城旅游网国内事业部 CEO 丁培杰就长江三角旅游市场拉动、甘南旅游线路产品营销、线上线下活动推广等方面做了精准解读和全面阐述。州旅游局局长欧杰草推介了甘南旅游资源和六条旅游风情线，推出了甘南深度全景环线游产品。临潭县委常委、副政府副县长刘善祥重点推介临潭旅游资源概况及智力观景区。甘南这片被日月垂青的美丽草原，这片被文化熏陶的雪域圣地，这片被环境洗礼的青山绿水，正以全域旅游的豪迈大步向前。今天，甘南在上海这座国际范十足的城市旅行，精彩持续绽放，满怀不说再见，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推介让上海记住了甘南。